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平壤星期二举办一场政治宣传画展览，展出的宣传画都是歌颂朝鲜金家历代领导人，试图显示朝鲜人在金家领导人统治下的幸福生活。据展览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展览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的任务。宣传画展览导览员对朝中社记者说，宣传画展览是为了完成我们尊敬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军在新年讲话中提出的军事任务。展出的60多幅画作传递着直接、令人鼓舞的信息，以激励我们的人民。朝中社报道称，展览设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展出的宣传画来自万寿台创作社、朝鲜中央艺术创作社、平壤艺术大学和朝鲜铁道部艺术创作社。VOA卫视报道。